每天认真上健身房好像有点成效了，看看我的肱二头肌，嘿嘿嘿。你在干嘛？怎么一直对着镜子喃喃自语呢？哎呦，我这阵子爱上健身，你看我的身材是不是有变好？你整天只想着健身，都没在为我们的结婚基金做打算。现在物价飞涨，我以前累积的资产现在都跟不上通膨了。最近为了我们的未来，也一直在研究更好的资产规划方式。那你呢？我可是有做功课的哦。国泰人寿最近推出了结合外溢机制的投资型寿险商品，国泰人寿月月永逸台外币变额寿险。除了可以协助进行资产规划外，连接 feedback 健康 bar， 只要会员等级达标，从第二个月开始，每个月都可以获得健康促进加值给付，而且等级越高，给付越多。我每天运动是为了加速累积我们的结婚基金啦，甚至以后的小孩教育基金、退休规划都是轻轻松松。不仅如此，这档商品提供的加值给付还会帮我定期投入永续基金来长期累积资产。另外，连接专业投资团队把关的类权委账户，也让我每月有机会享有现金流。另外，如果开通网络服务与电子单据，更能享有保单行政费用折减。享受健康生活、规划退休的同时，除了可以拥有寿险保障外，更能实践社会永续、永续投资、环保减碳，让我们跟地球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原来投保国泰人寿月月永逸台湾币变额寿险还有这么多好处，而且我听说越重视 ESG 的企业更值得信赖，我也要一起加入永续行动的行列。对了，一直忘记跟你说，我发现健身房有个女生跟你很像。那她漂亮吗？